既然这样，虽然讲我来到韩国不能吃泡菜，不能吃韩国的食物，我们讲讲麦当劳吧，可以了吧？洋人的食物可以了吧？这就讲对日本的，交香港的薯条一模一样的，来讲看麦，韩国的薯条是不是嘛一模一样？韩国的薯条是不是也是一模一样是不是？哦，厉害！就在麦当劳的寿命这里啊，一模一样啊！全世界我想应该就是一模一样，薯条一模一样。过来去吃大麦克呢哦。哦，我来这是韩国大麦克牛肉呢哦，这个吃起来感觉一样很干很长，就是麦当劳的大麦克薯条，一模一样薯条。以后来韩国不用再吃麦当劳，因为跟台湾一模一样，赶快吃米啦！麦当劳一样 ，SOP 真的厉害，毛包开讲，毛开玩笑，就是一模一样，厉害。YouTube 的第二个频道开张喽，进来订阅哦！新频道会放些幕后花絮啦，几个生活小短片跟大家分享啊！订阅按下去就是对了，记了，今晚的活动订阅我靠嘞的，订阅你的要喜欢我才记得啊！还有想看什么啊？可以留言下面跟我们分享。留言快留言啦啊！我想快就，赶快订阅，记了，记了。